小孩难教，讲不听，全因爸妈说这一些话。孩子要跑到马路上去看车子，你还说没关系，我尊重你。在飞机上呢，你偏偏一直拉前面阿姨的头发，不要抓哦。前面的阿姨，她买的票就是要让你抓头发的嘛。这个小朋友怎么谁讲？他都不收玩具，他怎么样都不收。我就说你不收的话，我就丢掉。我说那你有真的丢吗？他说没有，那玩具那么贵，谁会愿意丢？今晚10点，东森综合台32频道《医师好辣》。